今晚食得有健康，吃事啊不累。木瓜撞，我把木瓜放这边，然后我把它里面的木瓜汁挤出来。好像在做爱玉的感觉。那我们把牛奶先倒进来，那就好了。放到凉之后，它就变成布丁。哇，凉布丁！哇塞，好厉害哦，很好吃。它配黑糖，味道很。今天下午6点，超市食得有健康。